轮到我了吗？兵贵神速，快点行动吧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
地图分析就让我来吧。准备。集中火力，开炮！行程要靠掌握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有新命令了吗？出发吧，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该我行动了。没关系，南城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时候要出奇制胜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准备，放！炮兵的水准又提升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可能要提前退役了。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哦，跟上我的节奏吧！
炮击支援准备好了，随时听候命令。战士们，向祖国献上你们的忠诚吧！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姐妹们，上！给我杀！我可不会随便听别人的使唤，不过美人是例外。整队射击，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我们上了，我需要的是能手刃仇敌的力量，这点成长算不上什么。沉着冷静是制胜的法宝，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还没找到敌人吗？有新战术了吗？那就赶快试试吧。诸位，让我们为未来而战吧。准备战斗，开火，上吧，拿下他们。感觉不错，真想让艾梅看看哥哥威风的样子。小姑娘，快下命令吧。自由射击。看来我这身老骨头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吧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准备战斗，开火！集中火力，射击！找到破绽了，攻击！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
要牢记和敌人作战的经验哦。好的，今天就让我来打头阵吧。上吧，拿下他们，准备战斗，开火。做决定前，先收集一下情报吧。找好位置，射击！兵贵神速，快点行动吧！集中火力，射击！配合更加默契了，这样就能试验新的战术了。轮到我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互相扶持也是很重要的，一起上吧。为了荣耀，突击！哦，气势不错，攻击！张队，射击！打起精神！可别落在后面了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
集中火力，开炮！硝烟的味道仅次于香水，我很喜欢。哦，气势不错，攻击！在这儿结束。手脚快点，上岸了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装填炮弹，修正角度，开炮！给我狠狠地打！不必过奖，能为法兰西的安定而战，是我的骄傲。握紧剑柄，上吧！给我杀！准备战斗，开火！
是在叫我吗？地图分析就让我来吧。啊，有新命令了吗？听我口令，射击。我行动了，整队射击。没关系，南城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哦，跟上我的节奏吧。准备放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出发吧，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行程要靠掌握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了。姐妹们，上！怎么，要我变装去探下虚实吗？关键时候要出奇制胜。就这么办吧。找到破绽了，攻击！集中火力，射击！想好了吗？再不行动，我可等不及了。知道了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
我杀！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有新战术了吗？那就赶快试试吧。小姑娘，快一下命令吧。诸位，让我们为未来而战吧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演出就要开始了。炮击支援准备好了，随时听候命令。集中火力，开炮！沉着，冷静。是制胜的法宝。为了荣耀，突击！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不会随便听别人的使唤，不过美人是例外。哇，气势不错，攻击！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，还没找到敌人吗？
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找到破绽了，攻击！集中火力，射击！一鼓作气，开火！是被哥哥知道我吃了败仗。出错了，大家不要慌，我们来了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准备，放！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互相扶持也是很重要的，一起上吧。硝烟的味道仅次于香水，我很喜欢。
保持队形，全军准备，冲锋！即便有行军打仗的技能，也需要实战来磨练。我对战场的理解又更进一步了。是不错，攻击！手脚快点，上岸了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神速，快点行动吧。找到敌军的弱点了，给他们致命一击。找到破绽了，攻击。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要牢记和敌人作战的经验哦。好的，今天就让我来打头阵吧。战斗吧，诸位！今天的胜利会成为美好明天的基石。上吧，拿下他们！好样的！有了这些战果，那些贵族老爷们也无话可说了。做决定前，先收集一下情报吧。射击！找好位置，射击！轮到我了吗？军乐队的表演要开始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到我的表现了吗？我可是很厉害的。又打败仗了。
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喽。想好了吗？再不行动，我可等不及了。不能让敌人得逞了，就在这里击溃他们。准备战斗，开火。感觉不错，真想让艾梅看看哥哥威风的样子。怎么，让我变装去探下虚实吗？时候要出奇制胜，就这么办吧。敌人中计了，来吧，击溃他们。部队的配合更加默契了，这样就能试验新的战术了。知道了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注意，放！地图分析就让我来吧。集中火力，开炮！炮兵的水准又提升了，再这么下去我可能要提前退役了。啊，是在叫我吗？哦，跟上我的节奏吧。骑士们，鼓起勇气，踏平他们。虽然比不上射帝，但有这样的战果，我也能在战场上立足了。没关系，南城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该我行动了。
击！Thank you.
沉着冷静是制胜的法宝。握紧剑柄，上吧。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炮击支援准备好了，随时听候命令。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我可不会随便听别人的使唤，不过美人是例外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小姑娘，快一下命令吧。可别瞧不起老人家，太皇！又打胜仗了，怎么样？要不跟我去喝一杯？试试吧，找到敌军的弱点了，给他们致命一击。集中火力射击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要牢记和敌人作战的经验哦。诸位，让我们为未来而战吧。准备战斗，开火！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鼓点是最棒的，哒哒哒哒哒哒！哼哼，可别小瞧我，艾美我可是每天都在训练的。做决定前，先收集一下情报吧。轮到我了，兵贵神速，快点行动吧。好的，今天就让我来打头阵吧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上岸了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互相扶持也是很重要的，一起上吧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硝烟的味道仅次于香水，
我很喜欢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怎么，要我变装去探下虚实吗？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咯。啊，是在叫我吗？地图分析就让我来吧。该我行动啊。整队射击。哇，气势不错。攻击。想好了吗？再不行动我可等不及了。准备战斗，开火！好样的！有了这些战俘，那些贵族老爷们也无话可说了。关键时候要出奇制胜。就这么办吧。准备放。知道了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没关系，南城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出发吧，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唉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沉着冷静是制胜的法宝。炮击支援准备好了，随时听候命令。我可不会随便听别人的使唤，不过美人是例外。诸位，让我们为未来而战吧。有新战术了吗？那就赶快试试吧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小姑娘，快一下命令吧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
好的，今天就让我来打头阵吧。上吧，拿下他们，准备战斗，开火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手脚快点，上岸了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轮到我了吗？大家打起精神来！都给我拿出真本事来，让他们长长记性。这些货物就由我来帮你保管吧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地图分析就让我来吧。集中火力，快跑！硝烟的味道仅次于香水，我很喜欢。张队，射击！做决定前，先收集一下情报吧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兵贵神速，快点行动吧。互相扶持也是很重要的，一起上吧。准备，放！集中火力，开炮！这里，炮击支援准备好了，随时听候命令。
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了。啊，是在叫我吗？出发吧，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想好了吗？再不行动，我可等不及了。该我行动了。哇，气势不错，攻击！没关系，南城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策马，让我变装去探下虚实吗？关键时候要出奇制胜。嗯，就这么办吧。找到破绽了，攻击！集中火力，射击！准备战斗，开火！准备，放！今天的失败是……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小姑娘，快下命令吧。我可不会随便听别人的使唤，不过美人是例外。有新战术了吗？那就赶快试试吧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沉着冷静是制胜的法宝。为了荣耀，突击！集中火力，开炮！看来。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互相扶持也是很重要的，一起上吧。
地图分析就让我来吧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兵贵神速，快点行动吧。轮到我了吗？做决定前，先收集一下情报吧。好的，今天就让我来打头阵吧。准备战斗，开火！上吧，拿下他们！硝烟的味道仅次于香水，我很喜欢。找到破绽了，攻击！集中火力，射击！准备，放！都准备好了吗？出发吧，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握紧剑柄，上吧！炮击支援准备好了，随时听候命令。集中火力，开炮！是在叫我吗？哦，跟上我的节奏吧！知道了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时候要出奇制胜，就这么办吧。找到破绽了，攻击！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怎么，要我变装去探下虚实吗？没关系，
南城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该我行动了。想好了吗？再不行动，我可等不及了。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喽。父亲，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诸位，让我们为未来而战吧。准备战斗，开火！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有新战术了吗？那就赶快试试吧。我可不会随便听别人的使唤。不过美沉着冷静是制胜的法宝。地图分析就让我来吧。小姑娘，快下命令吧。准备，放！张队，射击！哇，气势不错！攻击！手脚快点，上岸了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不会再出错了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轮到我了吗？集中火力，开炮！给我杀！这些货物就由我来帮你保管吧。
硝烟的味道仅次于香水，我很喜欢。要打就要赢得漂漂亮亮的，全体射击。欺凌弱小可不是绅士所为，下次帮我找个像样的对手吧。好的，今天就让我来打头阵吧。互相扶持也是很重要的，一起上吧。冰柜神速，快点行动吧。炮击支援准备好了，随时听候命令。做决定前先收集一下情报吧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准备放。集中火力射击。找到破绽了，时候要出奇制胜。就这么办吧。集中火力射击。想好了吗？再不行动我可等不及了。上吧，拿下他们。准备战斗，开火。啊，是在叫我吗？天才乐手欧珍妮要登场啦！怎么样，多亏有我吧，发赏钱的时候可别忘了我哦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大家注意，军乐队的表演要开始了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战士们，向祖国献上你们的忠诚吧。行程要靠掌舵，出发吧，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该我行动了。策马，让我变装。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上吧，拿下他们。准备战斗，开火。
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试试吧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，大家打起精神来。真本事来，让他们长长记性。给我杀！以咱们姐妹的身手，这点阵仗，那都是小意思。这些货物就由我来帮你保管吧。敌人中计了，来吧，击溃他们。部队的配合更加默契了，这样就能试验新的战术了。柏林娜，拿破仑哥哥，
多亏你的提拔，这样一来，父亲也终于能从牢狱中解放出来了。Thank you.